哎，对，我们现在到了曼谷机场，没错，刚刚看到我们就是搭了 City Train 过来的。 City Train 我觉得非常的便宜哦，非常的好。哦， City Train 我们才花了39块一个人，从 Makassar 那个站搭到Airport 直达哦，然后上来大概2分钟。主要是曼谷常塞车，所以如果塞车的时段，我建议大家是搭 City Train。刚刚汇率啊，其实我觉得最好可能要的价钱比较啦，你可以比较几家，有很多小小绿很好在曼谷里面，然后我刚刚换的是在机场里面。我们是今天是第二天到泰国，然后我们就要飞苏梅岛，我们要搭飞机啦，我们再飞，拜。Echo, it's the rain. 我们现在正在搭最有用的一个交通工具 Grab 去我们的酒店啦。刚刚看到的机场非常的观光化，它好像度假村的一样的飞机场，去到再讲。我们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苏梅岛住的酒店，台币大概900。其实它的特色是它有私人海滩，觉得这样子还蛮赚的。就是，等等，下去吧，来。什么？它每一个海滨的沙子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好多都是外国人哦，全部，然后全部都是 bikini 的人走到我旁边。让你色欲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海滩吧。我又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在骑摩托车。这让我想回上次我去台湾的时候，也是跟他骑，然后因为我不会摩托车，所以只好他骑啦。他全杀了，已经。现在一个紧急状况发生了，嘟嘟嘟，没错，有人现在说我太重了，错，上不去，但真的好陡啊，这里好陡，你看。那现在我就走路吧，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到哎。2000 years later。Hello， 我们终于到了 The Jungle 了。The Jungle Club， 爬了大概一个，我汗在滴耶。我好想录，它真的有一种好清美的感觉。一个40度左右的斜坡，我爬了不是90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。我们看一下 Jungle Cafe 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走，这里好像 view 非常的厉害，来跟我一起看。无边境的不是游泳池，无边境的咖啡，这 view 有点吓到了我，好屌哦！等下 B-roll 给你看 ，Go！ 你也终于看到这里有多么的漂亮，我觉得这里你必须要来，这是这趟旅行我觉得最值得来的一个景点。
家叫 Cyan， 店家信息在下面了，点开资讯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饭，他叫 One Num。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菜啊！它有种炭烤味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它鱼虾酱做料。咖喱蟹。我觉得这家的酱都还蛮 OK 的，酱都挺好吃，都很好吃。它有点偏甜，又是我们喜欢的偏甜。然后它的蟹肉也挺新鲜的，我刚刚吃到。每一天一颗椰子，我觉得第二天第三只椰子。看一下我到底离开泰国之前能吃到多少只椰子。如果你还想看我们的旅行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哦，然后按下面帮我们分享跟按赞，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哦，记得帮我们大铃铛，拜。